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asashu。 那这次进行的是第五次的 Poster Free 的游戏录制，然后断掉了，妈的，该死。好，刚刚突然网路线断掉了，害我整个画面插不出去哦。最近都是下雨天，可能中华电信那边的线都不稳定啊，所以他妈是随时随地可能就会断线干嘛之类的。好，那我开始这次第五次游戏录制了，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:21，那外面在下大雨齁，所以九神应该是不会被下雨的声音给盖过去吧。那我一样继续做这款游戏录制。那这款的话比起上一代起来，它的这个游戏的引擎就是不太一样啊，那加上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随左生的喜欢而到处乱跑啊，就是基本上是照着剧情而做，就是做跟着剧情走这样子啊，就是被捏着鼻子走。好啦，那我开始这次游戏，我就来看看在我们要干嘛。哦，你是谁？变态，你是变态。好啦，我们要守护这个家伙出去吧。好吧，我们看我们的成长武器，这是。啊，这是辣椒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人了。啊妈！妈！然后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武器哈，这是猫薄荷，然后这是人鹰，这可以射我的狗，然后这是蜂窝，这是气球，干什么？放花小，放花小，关门，走开。到啦，拍什么拍啦？欸，他去哪里？他去哪里？哎呦，被我打成两半。好吧，我们要东西的人，他妈哥，你出来干嘛？我们从里面。所以这任务要干嘛？我们要让他出去，然后不要怎样，要被化掉了。所以呢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干嘛？哎、欸，哦，有肉棒呢，不是肉棒，就是蓝牙，哎呦，酷哦，哇，那是什么不知名的房间？好吧，哎、欸，人呢？阿仁怎么不见了？你在那边干嘛？走啊 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要想办法出去吧。我看到有枪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边有把枪哎、欸，不是我过不去，这。花小打口袋，打口袋，打口袋。要去哪里？无间男女。好了，我们去哪里？这又是哪里？之前吗？什么声音？那什么东西？我们在闪。什么东西在闪？人呢？哎、欸，那个变态嘞？变态不见了。算了，我们乱杀人。你记者，他妈的记者是吧？哎，娘亲阿姨 ，surprise， 哎，散弹枪 ，surprise， 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吗？哎，你好 ，biang， 哎，一枪不死 ，biang， 人头，拿人头，踢足球，捡，怎么捡？我忘记了 ，F 吧，哦，有了。丢，杀小了，打成两半了，酷，那边，哎呦，吓到我了，喵，好了，我们不要乱玩了，这里出得去吗？出不去，所以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来这把好了，这把比较暴力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带他出去，阿仁呢？阿仁没有跟过来。哎、欸，大哥，过来呀、啊！我应该是要带他出去吧？好吧，来 ，Let's go！ 记者，殴打记者，他妈 ！Say I'm pretty good at this. It's pretty good. 阿仁嘞啦，你在哪里啦？过来啦，那边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还直接惊他笑。哦，梁庆阿姨，你是怎样的、啊？
出马打羽毛吧的。Wow, I'm sure I had the safety on just then. 好了，我们走这边，这边过去嘛。这里是哪里？哇、哦，你不跟过来，你在干嘛？我怎么护送你？我怎么都在护送一些白痴？你就蹲在那边冲他笑了，来了。你要去哪里了？干嘛？哇，打你王八蛋！这样比较快啊，气死了！我们是应该可以无忧无虑的打，就是到处乱杀人之类的吗？到处乱小便，而不是要护送一些白痴、一些智障，真的是哈、哦，气死了！好了，走，我们走这边，这边应该有什么暗门左道吧？没有。所以这里到底要干嘛？What can I do? 这里是哪里 ？What can I do? Hello? 哦、oh, ，洗手间呢？洗手间有人吗？没人，有没有人？这刻板的。好吧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咦啊！这里漏你了吗？哦耶！变态，太恶心了，怎么还那么恶心？啊，我还尿尿在那个洗手槽里面。好吧，游戏的音效好像有点小声啊，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吧，管他的。好，我们走这边，这边应该，哎呦，这是哪里？啪！敲烂你的电脑。哎，你在哪里啦？人类啦？你在那边干嘛啦 ？Don't see the last bus. Don't let the purple lizards take the show of the surrender. 不要让他被拍照吧。不要使用什么啊哥？看到，算了，这边啦，我们走这边。哎呦，打！哎，怎么这是打开的？哎，黄狼会，屁股！啊，你在哪里啦？你要慢慢走哦，真的是哈。在、哎、哪里？记者，哎呦，有没有记者？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啦，笨蛋！这里是哪里啊？这好像迷宫哦，为什么这个办公室会那么大？电脑，饮水器，你在那边叫什么啦？吵！哎呦，记者哎、欸，我敲你！耶，算了，怎么又是厕所？那么多厕所 ？No！ 吵死人了！吵什么？我撤！我撤！我撤！等一下，拍什么？谢绝，拜拜。跑跑三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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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三小。Nice catch。跑三小。他妈的！也太多人了吧？去哪里？跑三小。哦，记者团。哦，好多人。哎，你们疯了是不是？你们不要逼哦！哎，我被敲死了！你们疯了是不是？你们那群记者，不要以为我拿铲子你们就了不起啊！跟你讲，等下我拿枪扫射你们。好啊，翅膀硬了是吧？现在时间是1:29，我都要录到2点左右，因为我电脑占储能量的关系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妈的，你们逼我的，我要敲出我的 S6。拍什么拍？拍拍什么拍？谢绝偷拍，来了！哦，谁来拍？哪里？拍三小，你不要挡在我前面！哦，你是白痴哦，挡在人家站到前面，就跟有4D 的 AI 一样笨。怎么笨？为什么最近的游戏的 AI 都好笨？那笨什么呢？他骂了你啦，笨的跟什么一样，气死！不，讲人话好吗？哎呦，干什么？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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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走这边吗？这里是哪里？什么会议室吧？啊，你人类啦！你不要乱跑嘛！你都自己在那边乱跑，然后被人家偷拍在那边叫，哭的跟什么一样。真的是哈、哦，怎么有人那么自虐，那么自战？莫名其妙，花脚啊！
哥哥哥哥哥哥，人呢？过来呀、啊！你还蹲在那边？来啦！不理你了啦！妈的，被你气死！然后都不跟过来，不想理你啊！先找出逃脱路线再说。在哪里？哒哒哒哒哒！哈哈哈！这个不去，死路一条 ，really。好了，这就是哪里？哦，拍什么拍 ？Help！Help！Help！ Crowd, there's plenty for everyone. 哎，我出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在那边？气死！怎么样了？他被拍到了。哎，反倒气，怎么没有叫？怎么了？嗯？哦，大家出来了，所以我自己出来就好，根本不用理他。什么？不是，你谁？豆豆先生吗？拍什么拍？滴滴，那记者真的是哈，没有人性的家伙。怎样？跟你拍，你爱怎么抱就随你抱，随便怎么拍，你也出不去吧？出不去了啊！哈哈哈！踢他的 ass。Kid his ass. Okay, no problem. What is he? Bullets do. What is he? 踢你屁屁。人呢？我想瞎干嘛？嗯，然后呢？啊，那个人呢？我爸他怎么不见了？你怎么还在那边？你在那边干嘛啦？走开啦！谁要杀你呢？你挡在这边，我才杀你好不好？你不挡在这边，我就不杀你了。妈的！啊、你也打在这边，你那我胖一个打在这里，真的是哦。你们这家伙都是，我每天哦叫你不要打在门那边，你应该打在门那边。你太费事了。啾，砰！莫名其妙，一群犯贱的家伙，端给人家打。啊，你那个变态怎么不见了？人呢？人呢？过来呀、啊！你在那边干嘛？你被挡住了是不是？我把你……什么事？来啦！你在那边走不走啦？过来啦！你要去哪里？哦，真是干嘛啦？干你屁事！人类啦，过来啦！过来，谁在哭了？哭什么哭？不能这么烦，哎，就像白痴一样，人类啦，你不跟紧一点，那哭哭哭，你死老爸是不是？哦，记者耶，记者你好，哎，人类，我没听来的啊！你懒的啦，你叠加冲啊！走啦，找这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样？走！不！I blame the internet。这里吗？怎么走不出去？这里有路吗？怎么又是厕所？你在厕所干嘛？偷拍人家上厕所，变态！等一下，这里怎么那么大？大什么大啊？那变态不见了！这还是出来，你们全部挡在这边！你们是怎样？喜欢躲在自己这边是安全是不是？你们在那边射是不是？啊，你在那边干嘛？你又跑回去？哦！别！你们要跑过来，等下在拿枪那边扫射，你跑过来给人家打。哎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很有事，一堆尸体在这边走啦，来啦，吵死了！哎，你这来不来？来啦！Oops, my finger slipped. 哦，
你们要干嘛啦？你们累积自己是不是？让我怎么那么烦？你猜走了没？走，走了。妈的！气息了。走了。过来了。过来。过来。过来。来。来，快点，这边我脚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来来来这边，来这边捡啊，往前走了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的？哦，扑你脸了，造了，哦，蹲在这边干嘛啦？这么喜欢尸体是不是的？哦，你要去哪里？这路很烦呢。又带个智障走过来了，那边不通是不是？走这边的，过来过来。哦，什么啦？你要去哪里？过来，过来。这个游戏引擎真的是，过来，过来。走上会被气死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过来啦？你在那边打圈圈，他妈的，往前走啦！我教你走路是不是啦？长那么大了，穿成这样子，叫什么叫啦？往前走，往前走！你再回去，我就打死你！跟你讲，走。好，气死！人类啦，过来啦，逼你啦！ You know, I never found myself in situations like this back when I smoked chronic every day. 哦，走啦，你怎么走啦？你那边吵什么吵啦？就有气了是不是？ Oops, finger slipped again. 吵死！这任务怎么烦？烂任务，真是啊！不烂，你还在那边走？去去 ，Hello， 在这里，来跟着这个皇冠，快走！嘿，大哥，你要不要走啦？妈，不理你了，我要闪，我要走自己了，气死了！妈，真的是哦，莫名其妙的人。也出不去啊，这边也出不去，啊这边也出不去，是我们到底要干嘛？好你你啊，挡在人家前面那边三把地，好你你啊，你背啊，人家是气息啊，气息两红呀。楼上有什么东西？楼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把枪。哦哦哦。该死的任务，那个变态嘞！哎，你终于肯过来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哎来来来，哎来来来，哎来来来，来了哦！你要去哪里啦？这里啦！你不会跨过去哦，不过就是个尸体而已。来了，奇怪呢。Oh, weapon understands me. 妈的，要定踢出去是不是？踢你出去，出去啦，过去啦，对啦，冲啊，来啦！啊，你不要出去这边。现在时间是1:49。你这叫什么叫了？走啦，还不走？真的是哈、哦，你这边吐什么？搬过去，人呢？
人在哪里？人呢？你怎么还在那边？你在哭什么？这些是你家人是不是？哭哭哭哭哭！叫什么叫啦？谁 ？Oh man, glad I'm not you. 哎，你不要再回去了。老阿妈的头，老阿妈头丢老阿妈，他不会真的回去吧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喂，从我这边，对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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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对，然后呢？过关，终于啊，他妈的该死了，任务，气死了！哎，莫名其妙，去死吧你！再见了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。你叫给车撞死？为什么被撞死了？他被撞死了。被撞死了吗？是吧？他被撞死了，还是他被警察抓走了？随便啦，不理你啦，谁理你啦？莫名其妙。好啦，管他人物怎样的，我也看不懂啊，他这个也没有字幕什么啊哥的。Mr. Dew. 你好。哦，辣妹。哇，马尾墨镜辣妹，金发马尾墨镜辣妹，她拉上我，胸部也好大，这个角度不错。你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。A new job always. 新的工作等着你。Yeah, 新工作。现在玩干嘛？现在时间是1:42。那因为昨天刚录完那个原型兵器，所以就是目前的电脑容量不是很足够，所以我可能看一下我等一下录到哪边，我要准备收台，不然我怕等一下电脑会无法继续。什么新人物？吸大便？为什么都是吸，不是吸小啊？不像刚才吸大便的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吸？猴子大便哦！为什么猴子大便会在外面？他们不是被关起来吗？然后这又是怎样？哎，有爱动物好吗？你们不要这样，还是你祖先呢 ？The fire trap。If it's need help again, the Chinese will offer the relevant job. 好吧，我把这任务写完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什么哥 ？Don't kill the worker. 不要杀谁？不要杀那个厨师吗？所以我们是要吸大便吗？吸大便，吸大便时间。在这边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用大便，来用大便打人。你要干嘛？我进来了。你要干嘛？有红关。你要把它敲掉吗？对。反正不会移啊，跳不掉，跳不掉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什么东东？你在干嘛啦？电晕。哦，不能杀他哦 ，fuck you。我干嘛？我看不懂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让什么打开？好了，这边我有点莫名其妙。来射人，射屁哦！哎，等一下那边有控制器，我们跳下去。嘿，好吧，这边有点钝哦，一堆电脑，一堆电脑的笨 AI。好吧，没意外，应该是我们要把那个打开，对的吧？不是啊，是我是什么？是猫还是猴子？恐怖！哇，我们要干嘛？25个什么的，还
你要搞你色屁哦，色胆小，干你们屁事的。What can I do? What can I do? 我们要干嘛？厕所耶，大便，还洗大便。I'm not here。好吧，这回去的音乐其实蛮震撼的哦。虽然我知道它震撼什么，震撼个什么屁。这边我完全不知道干嘛，你们在这边要干嘛？完全不知道哦。25个是 main left or to open，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要打开？是指这个吗？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打不开。你们干嘛？哎，这个吗？打不开，打不开，毫无用处。所以他要我们拿这个看这个吸尘器应该是已经有大热了，不行。好，我吸尘器在哪里？等一下拿，直接拿到那个。它是这个吗？我把它拿开。对呀、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已经被吃掉了。你要怎么把它打开？哦，好混乱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行啊！没办法，没有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谁啊？这是什么的？敲不掉船的玻璃。谁在射我？白痴哦！我的不是，不是，这任务到底要干嘛？他的任务都有莫名其妙的，奇怪的。干什么啦，大象？妈的，大象！干嘛干嘛 ？What can I do？ 好了，不然我先收台。现在是1:47，那首先就是游戏录制先结束好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，要记得点左下角的订阅及喜欢。那首先要在这边收台了，谢谢观赏啦，拜拜。